自古以来都是政府发行货币，但是2008年比特币诞生了，这是一场货币市场的革命。你会购买和使用比特币吗？你是否认为比特币价值疯涨是一场短暂的狂欢？你觉得比特币会成为未来的支付系统吗？ Bitcoin is exciting because it shows how cheap it can be. It is a huge deal. It's a huge, huge, huge deal. I think it is working. There will be other currencies like it that may be even better. Is Bitcoin the currency of the future, or is it the payment system they're developing? Bingo! 最真实的数据，最准确的分析，为您提供每日最专业的比特币资讯播报，尽在比特币千万富翁。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啊。今天呢依然是我跟 Brian 老师，我们两个人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盘面。那么在刚才有朋友看直播的时候，可能看到我们一些花絮的末端。我们的摄像小哥呢问我们一只股票行不行，然后 Brian 老师呢给他画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图，然后呢我在旁边泼了一些冷水，把我们北京小哥呢弄得到底不知道相信谁更好。在我们十番 VIP 直播当中呢，我们每个老师呢都有不同的交易特点，和不对股票的不同看法，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造成了我跟波浪老师刚才给他出谋划策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并不是特别一致，然后弄得我们那个摄像小哥呢这就有点分裂的状态，晃晃悠悠的就走了。还是处在一种方向非常不明确的一个交易状态当中啊。行，咱们呢先听一下今天的收盘录音。Hello， 大家好，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 Jason 啊，今天由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盘面走势啊。那么今天的话呢，数据呢比较密集啊 ，CPI 数据啊，零售数据，还有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啊。那么这三个比较主要的数据呢，今天的表现呢都不是特别好啊。那么对于市场来说呢，都不是特别有利。啊，另外呢 ，EIA 原油的库存数据的话呢，又是有所增加啊，原油增加了190万桶，汽油呢增加了90万桶啊，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呢，这些数据对于市场来说呢，都相对不利啊。另外呢，再加上最近大盘的一个总体交易重心持续向下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无异于呢雪上加霜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呢是低开啊，然后向下杀低之后呢，有了一轮比较强劲的反弹。但是呢，这个反弹呢，我们看到呢，到了2570点左右哈，这个位置就开始遇阻了。那么在盘中呢一度的震荡啊，那么交易重心的话呢，一直保持在2565点左右啊，一直保持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但是呢，快接近尾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啊，就是共和党的关键的议员呢，他反对当前的这个税改法案。另外呢，我们也从新闻当中呢看到，这个有400多位的这个百万级啊、千万级，甚至于亿万级的富豪呢，也反对对这种富人的这种税收的一个降低过程。这样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个川普总统的税改法案呢，迷雾重重啊，所以说难度呢也非常大。在这种市场预期下的话呢，我们看到的市场就是进行了一轮下跌啊，下跌。那么尾盘的话呢，虽然最后一分钟啊有所向上收敛一点点，但是呢总体上来说，交易重心的话呢还是在持续的下降啊，持续的下降。所以我们对于市场要加以非常非常大的小心啊，非常大的小心。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市场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啊，本周周末周四周五这两天啊，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个急速的啊，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如果说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加一些反向的仓位，对自己的实际仓位和资金呢进行一个保护啊，进行一个保护。
那么我呢做的票呢会比较激进一点，所以说呢我这当中呢这么反向指标呢会比较仓位会比较重一点啊，会比较重一点。所以说这是我们看到呢指数啊和各方面数据之间的一个配合啊。市场呢对于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啊3000多亿的订单没有什么比较强烈的反应，反而呢对于这个税收呢迷雾重重，反应比较大啊，反应比较大。所以说也说明呢市场最近呢一段时间的这种下跌的一个预期啊，所以比较的浓重啊，比较浓重。那么原油市场的话呢，由于这个原油数据的这个不好，那么总体上来说呢，原油啊再次围绕着55块和55.5块之间呢，震荡啊震荡。那么原油的话，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震荡整理，最后再选择方向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是原油。黄金的话呢，前两天昨天啊，津巴布韦那边是什么政变啊，所以说呢黄金呢在隔夜市场当中呢冲击了$1290。那目前的话呢这个美国股市开盘之后啊，这个震荡回落一直在$1280下方啊。那么现在的话呢还是一直围绕着1280进行一个窄幅的震荡格局。那么最近呢黄金市场呢经常出现啊这个几十亿的大单啊，但是交易重心呢有所上移，所以说这个过程的话呢不免我们要关注一下黄金在日后的交易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交易方向和机会啊。那么美元的话呢，由于这个 CPI 数据的走弱啊，美元的话呢再次的跌破94啊，现在基本上在94点这个位置呢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屏障。所以总体上来说呢，如果税改再遇阻的话，那么对于美元来说呢这是一个比较不利的背景啊。所以说在美元的交易当中呢，我们还是要以震荡看盘跌的这么一个总体看法啊。那再次感谢大家呢收听我们的收盘总结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的实盘 VIP 直播啊，谢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好，听完收盘录音之后呢，今天收盘录音是我录的，然后呢，咱们再听一下波浪老师的意见，然后呢，这个大家就可以忽略这一段。你的收盘录音，有表明态度吗？对于那个大盘？就是态度很明朗，很明朗啊，态度很明朗。嗯，其实我今天不太想和你做节目，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和你做节目，但是校长太忙了，没有时间，我估计他也是逃避，所以呢不过来做节目。知道自己赚多少钱了吗？好像我看微信上我看了一眼，吉森老师已经114%了，收益率非常吓人。这个我先等会儿讲大盘，先给我开一段批斗会。昨天在这个。我去接水，路过这森老师桌前，我让这森老师打开 YouTube， 然后看以前在底下评论骂他的那些人，一边看一边看一边看，是不是心里就是在想，你们出来说话呀，你看我现在已经翻倍了。也不是，我觉得我现在在想这些人的一种对事物看待事物的一种偏颇。然后我也有走麦城的时候，我也有赔钱的时候，我有对一个新事物不了解的时候，任何人都一样，没有生下来就会走就会跑，就是世界冠军的不可能，都是得在一个行业当中有一个熟悉磨练的那么一个过程，啊，当别人磨练的时候，你也别笑话人家，你这个，啊，那个，叉叉怎么回事，这些那些的，你也别笑话人家。但是，当我今天可能成绩好一点，但是也不意味着我就总这样，总这么好下去，对吧？这当中是很正常。只是说呢，我在看的同时呢，我也是看一些，对我自己的一种，鞭策吧，让我自己时刻想着，有人呢在后面举着棍子、举着鞭子，开着什么骂街的录音机，然后随时准备这个，好，我要表现不好，你放心，唰，这些人就会这个卷土重来。所以说呢，这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个警钟吧。所以说呢，我就回顾，10000块钱现在已经变成20000块钱了，然后再加把劲儿50%拿到25000的话，就可以放肆的做日内操作了，就没有机会了啊。是，
我还是希望像党组织禁言，抓紧把25,000的资金落实一下。这个现在要追的话太难了，没法追，太累了。稳定一点吧，稳定很无所谓，我还是觉得无所谓。从这个实盘开始，不知道第几个周，嗯，奖金我就再没看见过，到现在我也没看见，奖金我就没看见过，全部被这个Jason老师给拿走了。其实那个到，我印象到第六周啊，是第几周的时候，我印象我那时候还坐在那头嘛，嗯，我还跟你说呢，我说要不然咱们把规则改一改，按周去计算。当时我觉得短时间之内我还可以超过你。现在如果没有人在提这个事，现在有人在提，我会举手表决，希望把这个规则改一下。对对对，我们看一下大盘。今天早晨的时候呢，三大指数的期指是继续的承压一个下跌。说实话，期指的盘不好看，你看这个期指的走势图已经是一层一层的被八天均线一直给压住的往下走，包括现在期指开盘之后呢，还在这个地方萎靡向下，重心向下很明显。那从这个指数标普啊、纳斯达克早盘的时候是有一个低开，但是呢还没有形成那个跳空的低开。低开之后，我们在日内的走势图上面，其实反弹的力度很强势，一路的反弹。但是呢，到了盘中这个时期的时候，是因为共和党内部呢表示，对于税改可能是，觉得不太公平。对，有钱人已经很有钱了，没有必要给他们再去降税。那索罗斯前两天也发了一条消息说，请不要降我的税。那这种，我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说的。那也许吧，嗯，我想因为他们也不在乎这点税。第一是不在乎，再有一个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合理合法的避税手段，嗯，这是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还是一种政治观点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有政治观点的因素在里面。今天我早上看看一条新闻，是说有400多位千万级亿级的这个富翁，这个联名反对这个税改啊，说不能给我们降税。实际上呢，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第一，这些人有避税手段，就是合理合法的，不，咱不能说人家违法，就合理合法的避税手段，这是第一点。就是说的，我本来上税就已经能避的就避了，然后该上的税就上一点，给社会做点贡献。另外一个呢，美国这些人的思维呢，总体来说素质还是比较不错，就说的哦，我挣那么多钱，还是回馈一部分给社会或者怎么怎么着，有这种想法。另外呢，我觉得，还肯定还掺杂了一些政治原因，肯定掺杂了一些政治原因，就是说，这些人觉得哦，给我们减税的同时，那你川普总统也在减，嗯，啊，你川普总统也在减，那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你像原来当总统之前，你说啊，我上台我就亮我的税表，啊，如何如何，然后上台。就是有意无意的漏了某一年的一张税表，啊，我觉得这是有意而为之啊，然后就改口了，说我已经当总统了，还有必要看税吗？啊，我相信，啊，这个税表它肯定是很多年，上税上的非常少，或者说很少。那他今年说税改怎么怎么块，其中一个重头戏，我觉得就是他要把遗产税给干掉，啊，那也就是说他在上税避税的同时还要把遗产税给拿掉，那这些富翁就说的，我们不在乎，我们要跳楼的话我们要来着你一块跳楼，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当中我觉得会有一些政治的一个不同见解，所以造成那种局面吧。嗯，那落实到大盘有影响，市场因为这个加息重新蒙上阴影，出现过一定的下跌，然后简短反弹之后呢，尾盘直线的往下砸。但是让我来看标普的图形的话，我仍旧看到了反弹的力度，我仍旧看到在大盘出现恐慌性下跌的过程当中，有多方在不断的去介入干预，然后呢拉起了下影线，带起了这种向上的反弹力度。这个当时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说我还在 VIP 里发了一条，我说因为共和党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导致了大盘短线急跌，然后我们 VIP 有一位会员朋友说，这个这都是理由，大盘就是要跌。我一看，我说这都是被Jason老师洗脑了，这都是。我还是感觉可能会反弹，然后呢，我觉得即便大盘真的要下跌的话，它不会一次性的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就直接就坑蹭一下就直接下跌到位，我觉得那不会，我觉得还会稍微有所反弹之后再往下走，那个样的话下跌会更靠谱一点。大家都在问我为什么不买 UXY， 说你真能忍，然后那个
表扬的话还挺多的，说你真能忍。其实呢，我是错过了，我不是我错过了，我不忍不行了，因为 UXY 最低点的那个价格我已经错过了。我们和这个放一下，所以这图好用吗？好用，好。这是多少分钟图？一小时的图。一小时，嗯。日线图能用吗？不行。日线图，我估计是30分钟图。前星期一还是星期二的视频当中，我和大家分享过我为什么买 UVXY， 因为如果买了 UVXY 的话，就要过夜。对。我不敢过夜，这是第一个。如果日内买 UVXY 的话，它每天都是高开低走，我无论在日内开盘，你说刚开盘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买了就会被套，所以呢，我就没有没有好的入场点，让我拿着过夜呢，我又不放心，所以一直导致到现在的 UVXY， 我就错过这个好的入场点。那你说我现在在进场的话吧，我就非常忐忑。我觉得大盘如果即便要跌，也要先反弹再回抽。那我现在的仓位也没有什么和大盘有关的东西，我昨天买了 GE，因为昨天我们是跟休斯顿电台做节目，所以有些股票呢，我们不能说的这个太细。昨天我买了 GE 的股票，然后现在我就两只股票。那今天表现的还都挺不错的，GE 我们看一个反弹，做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其实和大盘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想做的是，现在希望大盘如果跌到位的话呢，可以去逢低的去做多，不要错过看多的这个行情，然后尽量这个看空呢，我就不参与了，我就看着Jason老师不断的这个往上涨吧，哎呀，然后没有事儿说做做日内，做做日内吧。又10000块钱的资金又有权限又不行，又不能老做日内，反正吧，这个做起来也有点困难。但是其实 UVXY 每天的波动，日内还是很有机会的，很有机会。对，日内还是有机会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资金量充足的话，在我们 VIP， Jason 老师也会带着大家去做这种日内操作的。对，对，下一次我们在操作 UVXY 的时候就会加上日内交易。这一次的话，因为资金还不到25000。所以呢，在做 trade 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限制，那么每天都得考虑行不行，行不行，可不可以，有没有机会，所以说呢，这当中呢，我们就得控制这个节奏吧，控制节奏。今天市场当中呢，有一个火爆的股票叫做 CHFS 啊，这个股票今天涨了337.67%。这个股票呢，为什么会涨？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我先查一下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那我现在我又忘了这家公司干什么了，看一下 CHFS， 它是做这个医疗设备的，就是反正给病人监测什么仪器的这种东西。这家公司呢涨了这么多，那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呢？涨了300%多。首先呢，要确定它是一个垃圾股。它在前两天，在这个10月12号的时候呢，并股了。原本就是一股就是4.8毛，它20股并了一股，所以呢，股票重新都打到了8-9块钱的这个位置上面。20股并一股，并完之后，这个股票的流通盘只有64万，然后呢，在外的只有64万的发行盘，然后在外的流通盘只有59万，哦，非常非常的低，打飞了，这个已经属于是极其小的一个股票了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并股概念股，只要这个股票并了之后。20块钱，就8-9块钱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便宜。对，然后市面上只有50-60万的一个流通盘，所以轻轻的买家一进去，你买点我买点，啪，这个股票就飞起来了。对，所以我们在盘中的时候看到这个股票，我们说最多就100股，大家就玩一玩就好了，100股进去赚个4-5块钱跑跑也行。后来呢，我们看见涨到这儿，还在关注能不能在高位在这儿通通再往上走，结果也没有涨上去，反而掉下来了。大家还问怎么办，我说再见了，就这个股票，这种股票也就是日内做一做就好了。也许明天还会涨，但是如果明天涨的话，我们就还是做日内操作就好了啊。千万记住，一定不要大仓位的入场。总共50万的股票，有人说你买了10000股进去，或者你买了20000股进去，你都存在跑不了的风险。对，到时候没有人接你的手。对，300-500股最多了。还有什么重点消息啊？你还有什么重点消息啊？没有了吧？我主要是看大盘，一会儿咱俩再讨论讨论。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就今天是针对这个比特币的。就是比特币，哪个？这个？这是比特币。比特币呢，今天强势的反弹了10%。然后股票原本还这么疲软往下，然后现在又开始拉升，重新回到了你这是布林轨道的上轨。对比特币今天的新闻主要是因为 Square Cash
公司呢可能正在考虑接受去比特币现金、比特币支付，嗯，啊，用比特币的方式去结算一些什么东西，哦，啊，这个是比特币开始去正式的踏入人类生活当中去进行接洽的一个非常，反正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吧。Square Cash 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公司，那，接下来哈，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比特币是用于去买这个房子之类的这种大型的东西。那比特币现金 Bitcoin Cash 它就是一个去做这种小打小闹的，买辆车，买点衣服这种的，我觉得是这样。 Bitcoin Cash 它的这个，对， Bitcoin Cash 然后配合上美元的走势图，哟，在哪儿？没有了。哎，Bitcoin Cash 配 Dollar， 刚才还在呢。对，我刚才过的时候还是看见了，找不到了。嗯，那算了，这个 Bitcoin Cash 呢，它是刚成立的不久，然后成立了我算了一下，一个月，就一个月，它从436块钱涨到了2800块钱，然后涨幅是2800%。就这个涨幅非常大，接下来呢，我想比特币现金还会继续往上涨，所以大家关注比特币现金。但是很遗憾的是，市场当中呢，我们无法直接去操作比特币现金。那这个周的微信文章我也写了，我们给大家整理出来10大比特币交易平台，这个大家可以去找温老师要。十大比特币交易平台是可以让你买比特币现金、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等等的，因为股票当中没有办法直接操作。但是我们再等一个月，12月份的这个。第二个星期吧，这个比特币期货将会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开始挂牌交易。当比特币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具备了期货之后呢，马上我们股市当中就会看到相对应的 ETF， 然后相对应的 ETN 等等可能都会出来。对，那个时候大家再去操作吧。但是我感觉啊，现在市场当中不是有那么多的人可以去做空比特币，所以真正上市的时候反而可能会接受空头的一个入场。对，所以比特币到时候反而还有下跌的一个风险呢。对对，是。金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就一直记仇那个大盘的事儿。你再总结一下大盘吧，给大家。反正我的观点就是大盘是重心往下，但是呢我感觉反弹也差不多快到了，即便要跌也要反弹一下再往下走。如果这个样子直接一次性跌到位了的话，那剩下的就是逢低介入 buy the dip， 那就是大幅看着2018年还在往上涨，我是这个观点。那如果是下跌之后有反抽，那再往下走的话，那这个大盘你说真的是重心向下开始回调的话，我相信。总之我自己的操作方法当中呢，我已经把很多契合大盘的股票我都已经卖掉了。今天我斩了两仓，我现在只剩下两个仓位，是我实盘开了以来仓位最少的时候，所以观望一下吧。嗯，我现在仓位也最少，就一个。我现在关注大盘哈，就是两点啊，三十分钟的话呢，刚才波老师说一个说这个有反弹需求，或者说这个。减税的政策如何如何哈？那首先第一，这个天天收下影线，但是呢，交易重心我们看，交易重心啊，2590，然后交易重心2580，2575，2568，啊，每天收强势的下影线，但是交易重心到现在为止，以咱们说的交易平台没有上移，到现在为止还是那句话，明天如果交易重心能够在68这逛，6870这逛，逛完之后，后天，还能往上走一点。那我说，哦，这个市场可能会，可能会有转机，这是我要看的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你说这个，消息的问题，就说这个税务的问题。我觉得呢，这个川普这次亚洲之行，别管真假，最起码呢，从中国拿了2500亿，从其他国家敛了一共3000亿的订单，对，对吧？这3000亿的订单对于他的美国经济政策来说，无疑是一个很挺重磅的一个支持的，但是呢，市场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反应，没有反应。那么，这是
对市场，我觉得对市场对将来的经济可能有实质性提振的东西，市场没有反应，反而呢一个朦胧的税改不通过，那市场感受这种反应。所以我觉得呢，我跟咱们 VIP 朋友沟通的时候，我说这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年轻人呢可能运动了，有个头疼，有个感冒啊，睡一宿觉，不用吃药，也许就好了。啊，抵抗力也比较强，所以说在大盘上涨的时候呢，有一些负面消息可能就被淹没在这种多头的声音里面了，就听不见了。而现在这种市场呢，就是有多头的信息，有多头的信号，但是市场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反而呢有这种稍微有一点朦胧的可以借题发挥的东西，反而到市场给出了一个反应。所以这是我对大盘的一个判断的一个过程吧。我并不看这个事件本身，这个3000亿订单，税务过不了，怎么怎么回事？我就看这个事件放到现在的这个市场氛围当中，市场是什么反应？它如果没有反应，说明好消息现在对于市场来说打一针不行，打一针不行，然后来个那个心脏起搏，砰来一下，市场还那样，还不行。反而呢，这个有一个一丝凉风吹过，这市场就开始哆嗦了，站不住了。嗯，所以这是我觉得要注意的。对，我也觉得Jason老师讲的很有道理，很有道理，真的确实是，大盘也确实是有重心向下，有这个嫌疑。而且你看这个30分钟图，我们前两天说的这个双底啊，一下给破掉，很难看，非常难看。我只是觉得呢，过早的去这个就是现在下跌有点早，我觉得。真正的下跌不会是在高点那种啪嗒一下就掉下来了，它如果真的要下跌的话，真的是咔嗒一下下跌，那代表市场还要涨。它如果真的想下跌，它要震荡一段时间再往下走，它会慢慢来。我觉得它要洗掉一些人的耐心，我是这么感觉的。这次下跌之后会涨的啊，那行，你要这么说还行，并不一定是一定要是看新高，但是横盘稍微反弹一下再往下走，我是这样想。然后呢，我们要尊重数据，当前市场当中的标普期货 put call ratio 是5.4，意思就是看空的人5倍之多看多的人，所以数据什么什么都被给我们体现了。 UVXY 确实是每天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标普确实是每天一个台阶的往下跌，那我们也不能。我关键我的多头我也没什么多头，所以我也是很那个，就把仓位已经锁控制了啊，对，所以仅仅是没有参与下跌而已，但是并没有被大盘的一个下跌而拖累太多。对，我的账户是盈利下跌，这完全是因为我昨天做了一单那个日内操作，对，然后出师不利，嗯，这个直接亏了4%，一单日内操作没有关系啊，那以后这单亏损的日内，我们其他日内还可以再找回来，再慢慢找机会就好，对，那成，那基本上就对大盘就这个态度。对，所以说持续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的实盘 VIP 直播吧。咱们在这里头交流，每个人对市场、对股票的看法，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再次感谢大家，咱们明天节目再见。谢谢大家。